脱不掉。那怎么办？你帮我拉一下。硬拉呀？硬拉鞋子不拉坏了吗？哎，阿姨。哎呦，不打扰你们了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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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他鞋坏了，我给他脱鞋呢。没事没事，我走。阿姨，你们聊什么呢？哎，小张，你们今天陪阿姨去逛街好不好？逛街可以啊。啊，来，走走走走走。小张，啊，总感觉你们怪怪的，一点都不亲密。啊？不会是在演戏的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对对对，嗯，可好了，可好了。啊，好浪漫啊！哎，小张，你什么时候跟我们慧慧安排上？我们不太适合，对吧？我们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没钱是吧？没事，阿姨有。不是吧，慧慧，不是钱的问题，对吧？你跟阿姨解释一下。哎哎。哇。这个好看。这个。不是这个太大了吧？这个。第二的话，男士凭身份证一生仅能定制一枚哦，它代表男士一生的唯一。哎呀，那就选这个吧，寓意多好啊！阿姨，你要不看看有没有更好看的了？哦，嗯。那个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情侣，我们假装情侣的。我不是你男朋友，对吧？嗯，我觉得还是这个好看，慧慧也喜欢啊。啊？你还没结婚吧？嫁妆太早了。哎。哎。哎，哎，慧慧，慧慧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走了？没事儿，走吧。你又不是我男朋友，我也不是你的唯一，你在那店多尴尬。哎，怎么就尴尬了？啊？嗯，小张，要不我先回去吧。你在这，你们俩也玩不开。你看，要不你们俩自己逛，你看看慧慧怎么回事，把她给哄好啊。嗯，行。啊、晚上不用回来的太早，回去看看吧。好好。嗯你今天下午在店里是不是想起前女友了？没有啊，怎么会呢？还没有，我今天都看到他给你打电话了。啊，今天，对，今天打电话了。你说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一道空洞的光圈？可能吧，你也有吗？当时就算有机会，我也不会回去了。帮我打开。为什么不会回去？因为过去唯一的罪人就是偏心自己，真心姐。从没有原因说明一刹那的奇迹。有些人就是用来的错误。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。能不能再听一听听你的声音，就算是叛逆，你这叛逆的是无用的旅行，我不会怪你听天空一望无际。因为我跟慧慧假装情侣蒙混他妈妈，所以他答应我穿一次女仆装，今天刚买回来。慧慧，嗯，慧慧，哎，小张回来了。阿姨做饭呢。啊，慧慧还没回来，一会儿就能吃饭了啊。啊，行。啊，你出去买东西去了。嗯，对，给慧慧买了个衣服。啊，是吗？我看看，啊、我看看。哎，这什么衣服啊？这是围裙。哦，围裙啊。对，围裙。正好我今天做饭没围裙呢。啊？穿上啊。不不不，阿姨，这个。嗯这是我给慧慧买的，可能你不太适合。没事，今天我做饭我穿，明天慧慧做饭，明天叫她穿啊，我就把她。啊，不，阿姨，这，哎呀，妈，慧慧，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跟你讲，待会儿不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千万不要激动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哎，你别问了，待会儿不论你看到什么，你都不要激，不要激动，不要。哎，慧慧回来了，你这围裙怎么这么奇怪呢、啊？不是你让我给你买了最新款的围裙吗？围裙，哎呀，围裙。小张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，慧慧，你快给妈妈解释一下，这是。这个，就是防止你做饭头发掉下来。啊。这个是扎头发的，扎后面头发的。哦，想的还挺周到。
啊，对，想的很卫生嘛，一切为了做饭的卫生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很周到。妈，太冷了，你赶紧去换点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别冻坏了，冻坏了。不，你冷静一下，这我给你，你答应我要穿的，然后我带回来之后，你妈说要，我说买了衣服，你妈说什么衣服？我只能说是围裙，我不然怎么解释？然后她说她在做饭，做饭就要试一下。换掉了不就好了吗？有什么了？慧慧，那个围裙啊，还是适合你，反正本来就是给你买的，你记得穿哦。妈，你干嘛呢？发朋友圈啊？发什么朋友圈？刚才那围裙还挺好看的，拍了几张照片，发朋友圈。发过了吗？刚发。啊？赶紧删掉！发什么朋友圈？好不容易拍的，妹子，那删了干嘛？